合肥镇珠光福利之家举办社区式失能生长者日间照顾中心的开幕感恩大会，馆长魏明国表示，希望透过活动吸引更多单位共同推动和建置彰化县长照二点零的服务蓝图。河北镇慈光福利之家28号上午举办社区式失能生长者日照中心开幕感恩大会。看看我，这是我们啊全国第一家配合我们政府长照2.0的政策哈、哦，那也是全国第一家啊能够收治哈49岁以下的失能的啊乡亲哈、哦。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啊跟养护之家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的伙伴关系哈、哦。那我们不仅啊长照日照，我们要把它办得更好。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哈、哦，所以啊长照的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也是我们未来政府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啊我们所有的啊养护之家、护理之家，大家都团结在一起。配合政府的政策，在这里哈表达最高的敬意哈。馆长魏明国参观福利之家以外，也亲自使用福利之家的基地训练设备跟设施。他是用马达辅助你就对了，他完全都没有力量，还是可以他辅助你。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孩子，身障的老人家，他们没有力气，我透过这样子，我们彰化有快70000个身障朋友，那对49岁以下的身障朋友们，我们现在长到2.0，最主要是照顾长者。其实49岁以下的这些身障朋友，也是我们关心跟愿意照顾的哈、哦。那如果说把他送到这日托中心来了，父母可以喘一口气，然后这些身障朋友也因为他们的照顾能够延缓老化，对身障朋友是很好的福音。好，我们慈光失能身障日照中心城门彰化县政府社会处的协助让我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几个月时间就把它成立起来我们慈光护理之家在地服务57年我们把我们原来的医院严国府医师所创立的医院这个老旧的建筑物却把它活化起来，让它可以成为一个服务49岁以下的身障者。慈光福利之家日照中心主要因应政府长照2.0的政策，扩大服务对象，优先协助49岁以下的失能生长者，得到可进行的在地化社区日间照顾服务，减轻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压力。大中华新闻由洪吴、何美采访报道。